研调机构表示，第四季全球笔电的出货量将会比第三季衰退 3.2% 左右，年减幅度则是高达 13.4%。 另外根据了解，国内大厂则是在联想自制率提升的影响之下，第四季的出货会面临到3500万台的低标挑战，预估季减 5.9%， 年减 18.2%。